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是在慈济清水净思堂五周年的成果展，那这边呢都是我们长照的老人，都是65岁。那我现在就负责教的就是国画班，那国画班里头你知道最高几岁？你知道吗？90岁，吼！一高早会过来画图哦，我相信你啦，吼，对吼。当这个静下，这个吼网友啦，吼，请问你，你有够高早会无？你若无高早会吼，你拢是少年的啊，吼。哎，咱今仔来看啦，吼，来看伊今仔吼，伊所表现的图是啥物，好不好？吼，我大概到安尼几个月？好像2月开始。2月嘛，吼，2月安尼差不多要半年啦，吼，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吼，因呈现遮济啊，吼，啊，咱从对这个头来看吼，来，这吼，来，请问你，你画倒一张？我画这张上肥的这张。今晚吼，较富足啦，吼，啊，食了吼，较饱啦，吼，都吃个肥肥啦，这鸡仔吃来吃个肥肥吼。你看吼，咱家吼，大家拢是老伙啊，老伙啊在画吼，我来教迄个做啥鸡仔片吼，啊个芭蕉叶吼，因所呈现出来，足厉害哦，足厉害，真的，我们值得吼来推广。哈，尤其咱这个主持哈，拢是恁都知影啦。我唔免介绍，我主持是啥？伊本来就是咧做神师的啦，哈。啊，咱这个长照据点，佮设下一个据点哈，已经5年时间啦哦。啊，这5年哈，拢咧搞这个迄个做啦老人哈，老人来解哈，有一个生活啦，生活的寄托。啊，那我这画图哈，我拢会讲啥子啊？增加心灵的奋斗精神吼，嘿，咱再来看吼，咱拄啊伊吼介绍伊个图吼，伊个秋霞啦吼，吼秋霞阿妈嘛吼，嘿，再来叫葡萄对不？葡萄成熟时啦吼，你看咱咱们来是真的吼，我来等你等来先的葡萄成熟时吼，来，我来介绍吼，今仔吼，你这老师安怎帮你教？老师哦。按叶子先画，叶子先画，再来嘞，来只画葡萄，再个画葡萄，请问你在画的时阵会足困难的无？刚开始会紧张，结果画下去就还好诶。你画拢安尼皮皮擦对无？对，对啦吼，皮皮擦吼是最好的艺术创作了吼。因为哈，不是直线、直画，还是画一双嘛。因为出来，本来它是最淳朴的，哈，淳朴的艺术作品哈。你来看哈，你这骨头哦，生这大粒呢。我也是过来看你的作品哦。你这骨头哈，我要袂坏哦，我要挺好哦，真水哦哈。咱过来看头，大脚脚哈。这你画什么画？这厝啊。画春泰的厝对无？嘿，搁画着什么画？画着树啊。哦，树啊，拄开始会晓画无？会晓。老师安怎甲恁教？老师叫阮先画厝挂。哦，厝卡。哦，再厝卡。搁来咧。再画壁。哦，再搁画壁。你这厝汤。哦，画门有画窗，啊，恁这厝拢起啊，正正嘞，也无歪去吼，有够高吼，你真的很漂亮吼，很漂亮吼，咱真感谢人吼，真感谢咱这清水啊吼，啊，清水的迄个净思堂吼，带介好在这老大人吼快乐啦吼，啊，你画了欢喜无？快乐无？讲快乐对无？看到老师来就欢喜，感谢啦，感谢。啊，谢谢网友们哦，感到支持哦，谢谢你们。今天是我们慈济清水净思堂5周年的成果展，好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，感恩。